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呢，你们长时间的观看呢，让我的 YouTube 频道呢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。那我可以坦白说， YouTube 的会员功能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，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呢，是支持重度身障者生活的一大步，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，让我们身障者呢就算在家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，生活的管道，是对身障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。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，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呢来支持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，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。大家好哈，今天呢我们来介绍多土融合哈。现在呢 Queen 千问啊，这个 QWEN 啊，他已经有做出这个多土融合的这个模型了哈。然后老实说我用了一下，非常的强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他的官方文件啊，这是他的官方文件，这里都有范例啊，有他的这个是他的官方文件，这里有范例啦哈。然后这里呢有工作流，这工作流你按右键，然后用另存连接为啊，这样才能够下载下来。这样，那下载下来之后呢，我们丢进来是会长这样啦，这样。那我这个是那个 chart 的。这个也已经支援了哈，那我一次两个版本都讲，原始版本也是长这样，只是这个节点呢会是这个原生的节点，就是这个 unit 加载器啊。好，那原始节点只有三个图，然后它的这个 clip 呢，这个 text encoder 呢，这个呢用的这个呢效果没有很好。那我们现在呢有另外一个大佬，这个大佬做的哈，他做了 text encoder 哈，效果比较好，所以呢建议大家去安装一下。要怎么安装这个节点呢？就是说呢，你在你的 config UI 进来按右键终端机，然后我们先进去这个我们的虚拟机啊，我们的 Python 虚拟环境，然后呢再进去我们的 custom node 这个目录进来这里，然后再下这一个指令 git clone 这个网址在哪里，按 code 按复制就可以贴过来啊，就可以贴过来 git clone 这个网址，然后呢他就会把这个专案呢抓到你这个目录里面了，这样。然后你 config UI 再重开就会看到这个节点了，就会看到这个节点，这个是这个大佬做的，原生那个节点效果并不好，这个节点效果比较好，这样。好，那原生呢只支援三图，那这个呢可以用到五张图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试一试给各位看，我先用原生的工作流，原生工作流就是 unit 节点，然后你可以用这个四步的加速模型，好，连过来这样，然后呢我们一样下面接图，下面就是接参考图。那现在这个模型强大在哪里呢？强大在于说它连 control net 它都内建了哈，它已经完全内建，它连 control net 都内建了，你可以用 OpenPOSE、Kenny、Gips 都可以哈，这样。那这个是它原本的，这个我们用不到了，这个不用管，这个我们已经用不到了，这个都可以擦擦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先用一张图示范给各位看了。我现在这个图呢，这个是一个女士包，然后呢，我是放在 Image 5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跑跑看哦。然后你都说中文就可以了哈。我跟他说呢，让图一的人物拿着图五的女士包。好，那我们来执行看看哦。那因为我有用加速的 Lola， 这个是四步的加速 Lola 哈，这是四步的哈。
那我们这里呢，就是用四 ，CFG 用一，下面作者这里都有写啦。好，我们来执行看看哦。好，我们来看哦，效果很好，非常的不错。那这个模型呢？这个模型在这里下载了，这里我是用这个 FP8 了。那除非你显卡很好，你才能用 BF16 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哦 ，Nikchar 的效果哈。Nikchar 呢一样哦，我们就把模型呢拉到这边，拉到这里，然后这两个就等于没有接了。然后我一样用四步，然后 Nikchar 的模型呢一样，我们说过哈。你五零系列的就是 FP 四，那五零以下的就 INT 四。那我是用 INT 四，然后用一二八，然后用四步。好，我们可以来看看效果啊。啊，那个桥效果也很好，而且更快啊。我们来看速度啊，哈。来哦，我们原生模型呢是59.31秒，有没有？那个桥是多少？13.62秒，速度差了非常之多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一张图已经玩过了，那我们来玩进阶的，我们来玩多张图哦，我们来玩多张图，然后加上这个 open pose 啊，来哦，我们跟他说呢，让图一的人物呢。好，我现在姿势是放在图二哦，我让图一人物呢摆出图二姿势哦，然后穿图三上衣，图四短裤。好，我们直接执行哦。好，我们来看哦，很好，然后衣服也穿得很正确哈，然后短裤呢，虽然色泽有变呢，那这个应该是属于抽卡的范围了，那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可以接受的哈，效果是非常的不错的这样。那这个呢，就是现在这个多图融合模型厉害的地方了。那我们再加上那个圈呢，可以看到哦。也是很快哦，多图的话就变48.70秒，那但是还是很快哦，真的非常的快，然后效果非常的好嘛，这样，那就是他现在呢已经可以达成这种多图的效果了哈，这个上衣跟这个短裤跟这个内建 control 内侧的姿势这样，然后呢你再搭配这个强化版的这个 test encoder 的这个 clip。用到接到这里 ，VAE 也接到这里，不要用原生的，原生的这个效果比较差一点，这样用这个效果比较好，这样。然后呢，你如果呢，你的 RAM 有30G 的话，这个 Pin Memory 呢是可以开的了哈。你的 RAM 有30G 以上 ，Pin Memory 是可以开，这样会快很多，这样。然后这是 Nikchar， 然后这个原生模型呢，你要用原生模型就把它。拉过来就可以了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那这些模型的网址呢，我都会放在说明栏给各位下载哦。那有兴趣的呢，就自己再去下载。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谢谢各位。